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奥雷。几个月前，我参加了一个选美大赛，荣获了前3万名的良好成绩，因此获得了一些奖励。前两天收到了奖品，这两天一直没有开箱，今天做个开箱视频，看看里面是什么。这样一只手拿着拍摄，好麻烦呐！那些做开箱视频是怎么控制这个摄像头的？我只有一只手，好麻烦这样子。他们是把摄像头含在嘴里了吗？嘿，嗨，哦。哇哦，这个外包装好结实啊！这个外包装好结实，好厚啊！礼盒彩蛋好奇盒，哎，它设计了一个可以方便你打开的小袋子，还行。哎，各位看个正面，哦，这些都是可以打开的，一个个的抠开吗？这样的意思吗？哦。一个一个的，啊，直接按下去呗。说实话，拍这种视频要准备一个绑在头上的袋子，把摄像头绑在头上，有个第一视角，要不然好麻烦呢。要不然我这样撕两下，还要看一下镜头对上没有。袋鼠爷爷跳一跳，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个是平台的 logo 玩偶，拼一下。这味道也太刺鼻了，这是个刮刮乐吗？我找个东西刮一下，味道也太刺鼻了吧，这个。好像不是刮刮乐，我想多了，刮出一个再来一份。基本上也不需要怎么拼啊，就把这个播放键按上去就行了，大概是这个样子的。这里还有，它默认是一对黑角，你也可以换成白角，然后这个播放键也可以换成一个笑脸。再看看这个，哦，棒棒糖，哦，这个可以留给我儿子，还挺精致的。食品，好的好的好的，可以吃的。还有红包，哈哈，发了啊！他就单纯只是红包而已，好吧，过年省了买红包的钱，这些应该也都是差不多的，果然都是空的，都是空的，不过可以省了买红包的钱。我去，我给别人发红包，还顺带给他打个广告，哈哈，哎呦！哇哦，卷轴哎，这上面没东西。春联，哇哦，春联，哦，春联的钱也省了，哈哈哈哈！然后他特意把字给印正了，就意思说让你倒着贴，倒着贴的话就是说福到了的意思。啊，春联的钱也省了，哈哈。我看一下啊，喂。好了，我是这个摄像头斜着放的，好不方便。但是放在前面的话，空间又太，距离又太近了，只能侧着放。第一次拍这个没啥经验。这些也是糖吗？哦，饼干，全部是那个中奖方的。你们看这个图形也知道是什么了，是吧？都是饼干。行，主办方的 logo 饼干。再看一下这个。哇，口罩，哈哈哈哈，哇哦，哇哦，袋鼠爷爷跳一跳，咚咚咚咚咚咚咚，每个都是一样的吧？应该是一样的。好，我带一个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口罩上面画了一个卡通的嘴巴，由于刚才刮胡子把脸给刮伤了，所以。就是那个小米的那个刮胡刀真的难用，上次我发那个视频还有脑残说我发广告，十样东西八样不推荐还要说是广告，我估计那视频到小米网站都过不了审。
都是一样的。哇哦，毛笔耶！哇哦，好酷 ！I love you， 笔墨纸砚。看一下啊，大家近距离看一下，这个笔，嘿，砚，咦，怎么样？这个我近距离看一下，喂、哦，浓妆艳抹，嘿嘿嘿，脚啊脚啊脚，还有一个是放笔的笔架。最后一个东西是，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是什么？哎，这个是让你自己写的哦。可能他们自己也知道，他们写的那个春联不咋样，还给你备用了一个，你可以自己写。哈哈，好吧好吧，那就不打开了，是空的，上面没内容。好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告知我一下如何方便的拍第一视角。既可以看到你拍的内容，也可以不影响操作。